张总，这个是做什么用途的？啊，这个的意思就是防止那个模具跟这个钢丝绳它上下模具合起来的时候，防止有的时候钢丝绳比如说漏放，或者说钢丝绳放的不到位，然后就造成它那个模腔里面它有可能会喷料出来，喷料出来，然后这个它根据钢丝绳的这个槽一个对应的，然后下去。不下去，然后正好就是喷料，它会挡在这个里面，啊，就保证咱们一个操作人员的然后安全。不会喷出来，假如喷出来的话，就会可能会伤到工人。啊，因为这个料都是高温料，是吧？对，这个料400多度，你看这个上面啊，400多度的高温。430度，470度。明白，那也带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料炉吧。对啊，那个。啊，这里就是料炉，那这里面就是料炉，都是高温料炉。对，好的，这里好面的，都是电热丝加热的，好，谢谢。那我们这个机器就先介绍到这里。